大家好，又来到中山酒店片了，今次住下丽峰酒店。丽峰酒店和上一条酒店片潮曼酒店呢就算是姊妹店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集团旗下不同的品牌。潮曼呢就比较少女浪漫，丽峰呢就以丽能量散发自然自在风的感觉。丽峰是国内连锁店品牌，分店除了遍布中国各地，中山都有很多间，我们今次住的是东区店。在酒店的大堂里面呢就有麦当劳的入口。丽峰酒店呢就以薰衣草的元素融入酒店的主题，以自然自在作为品牌的理念，成为国内的中端酒店。房间和潮曼酒店的房间呢都是比较智能系统的设置，入房插卡窗帘呢就会慢慢自动打开。房间以简约清新自然感的设计为主，面积和设置呢都给人有舒适的感觉。连这个洗脸盆的位置呢都跟潮曼酒店一样，是不是在个洗手间里面的。有影衣柜但又没有影隔幔，那我相信呢就是没有隔幔的。那小冰箱就有一个，其他的一般设备都是齐的，水煲啊，不同的手机插电头，洗手间干湿分离，牙膏牙刷毛巾风筒拖鞋，样样都一般的设备都是齐的了。毛巾和纸巾盒上面都有 Lavender 薰衣草的字样，以丽峰的规模呢就当然做得过的。另外呢就见到一张很温馨的纸在床头柜上面写着，如果你要以下的物品呢就随时联络前台，开瓶器、手机充电器、电源转换器、儿童牙刷拖鞋、应急医用药箱、卫生巾、红糖水、发夹发圈、剃须刀、指甲钳、夹因耳塞、卸妆湿棉、文具、鼠标。咁我哋谂下，我哋要多两樽水啊，因为我哋饮水比较多。冇几耐咧，就电话响，话你需要嘅水咧就已经送到门口啦，请你开门啦。一开门竟然系一个好乖嘅小机械人啊！你话唔系咩？佢唔会扭计嘅。多谢晒啊，机械人！哇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真的很智能啊！咁啊，房间入边嘅开关掣啊，都系竹屏式嘅。之外咧，又仲有音乐厅嘅。呢一个掣咧就可以拣音乐，冲完个凉之后咧，就可以摊喺张床嗰度摊下轻音乐，又真系几 relax 喎。东区嘅丽峰咧就坐落喺繁华嘅市中心，隔篱咧就系利和广场。晚上呢就根本不受寂寞的，又可以上去希尔顿酒店的顶楼看看夜景，是不用收费的。不过我下一间呢就已经是住希尔顿，那夜景呢就在下一条的酒店片那里才再播放。好轻松，好愉快，张床又很舒服，那就度过了夜，第二朝早吃早餐啦。有几种的包点，有杂粮粥、白粥。煎蛋、绿面、滚粥。我的频道是想将有用的资讯、抵玩好吃的资料呢就跟大家去分享，
喜欢我的片咧，就欢迎订阅《私生活》，同埋订阅旁边嘅钟仔，拣全部咧就唔会错过我任何一条片。你嘅点赞、留言同埋朋友分享我的片咧，就对我最大嘅支持同鼓励，多谢晒。如果以早餐来计，甜品都有的话都算是这样，不过甜品都比较少人吃，在早餐时间我都不吃。我吃这两碟之后再加上肠粉，肠粉的汁很和味，都已经饱了。虽然食物的种类就不算多，但是食味都挺不错啊。又说饱还出去，是啊，肠粉和凉瓜很回味啊，凉瓜就好像我这样甘甘苦苦。好，最后一人整了两粒荔枝收工。好，现在来讲下个房价，是平日的价钱，两张床连埋早餐是人民币349元，但是我就总是不忘为我的网友观众就拿最优惠的价。我呢就同个经理一攞咗个微信，同埋最优惠嘅价呢就係301元。咁有兴趣同埋想知其他嘅资料呢，就自己加微信就问酒店，我呢就义工嚟嘅啫。至于潮曼呢，我都问个职员最优惠嘅价，咁佢话上网呢就係最平㗎啦，如果 walk in 呢会贵过上网。之所以我喺潮曼嗰条片呢就搵咗 trip.com 一个更加平嘅价钱俾你哋嘅，咁如果你哋睇返条片呢就知㗎啦。咁今日呢条片分享丽峰酒店咧，就嚟到呢度。咁下条片先再见啦。唉，呢部嘢真系自己搭 lift 落嚟嘅。